南投国姓乡的北山环保站地点很特别，就在国道6号高架桥下。这里环境困难，但却非常温馨。因雅人士郭满妹来到这里做环保，因为慈济志工就向家人办的照顾陪伴，收获满满。去做环保实在一个很快乐的事，环保站是一个很友善、很有爱的地方。我们身上的感恩上人，感恩放人，我爱你。东大环保站志工廖才菊七月份突然猛爆性肝炎，现在还在加护病房治疗，上人给他无限祝福。跟你机器啊嘿，你要紧好啊，跳过这关哦，实在是他，真的放不下这个区块。咱爱过好，咱现在这个性命做好真贵，好，阿里家师兄讲。 师父叫伊讲吼，爱心。下午环保志工跟上人分享生活点滴，有苦有甜。上人期勉大家要静心面对，把握时间付出。大爱新闻，将军国际中台中报道。